中国武术中南拳的代表咏春拳在澳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，您现在看到的木人桩表演就是咏春拳中的一种模拟练习，它讲究手法、步法、腿法融合在一起，经过木人桩的训练，不仅可以强身健体，还能大大提升习武者的实战意识与技击方法。2019年11月，咏春拳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。美哉我少年中国，与天不老；壮哉我中国少年，与国无疆。